马英九跟习近平结束了昨天下午一个小时的马习会之后，两人继续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举行晚宴。离开饭店的时候，马总统看起来心情是相当不错。好，看到媒体是大阵仗的守候，马总统甚至是主动靠近着，还亲切的来问媒体说：“哎，吃饱了没有？”还不停的跟现场热情的民众挥手致意。最后，马总统呢，他就带着满脸的笑容搭车离开了香格里拉饭店，并且在今天凌晨返抵国门。